这个超市里居然还有我红枣不认识的枣。冬枣大家都是春秋上市的，怎么就你叫冬枣？够特殊是吧？冤枉啊，清汤大老爷。其实是因为我比其他品种的枣成熟的都晚一点，能吃上我的时候北方都要变凉了，所以才叫冬枣。看不出来，就你这小身板还得在树上站那么久时间呢。那是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日十三枣，容颜不见老。别看我个头小，营养真不少。导购跟我说，你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70倍，这一听就是忽悠人吧？他说的当然是实话，难道你没听说过浓缩的都是精华吗？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我江水，我松土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老母。老头说给我种大西瓜，个把月了，快瞅瞅啥情况？就你浇那点还不够我喝的，该吃吃，该花花，就不能省着点？你懂啥？我土质松散，透气好，少浇点就果子少。你可拉倒吧！前一阵我亲眼看见老邓给你撒了好几块砖头，最近你就老给我说你不够喝，你以为不散水容易啊？被发现了，这不是都为你好吗？想给你接大一点、甜一点的瓜。为我好，我都快被你榨干了。再坚持坚持，那些砖头是用椰子渣做成的，吸水性、透气性都很好，有了它，我都不需要蚯蚓老弟来帮忙了。原来真的是为了我。好了，赶快去多攒点水吧。好。来吃一个。为什么付出那么多，你还是让我感到悲伤难过？咦，这是谁呀？味道那么难闻，你怎么让他住我旁边啊？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草莓套中大蒜，我可真是小机灵鬼。哦，这次的草莓长得那么好，你可是立大功了。我长得好那是我自己争气，和他这个做邻居的有什么关系啊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您这段时间都没有被害虫骚扰，可多亏了我。要不是我体内的大蒜素啊，时刻在你周围散发着王霸之气，那些害虫可没那么容易就放过你。而且和我种在一起，不仅不用担心我抢你的养分，我的根系还能分解有机物，给你提供营养呢。你就没有感觉脚下的这片土壤土质都好了很多吗？咦，这么一说，你好像除了体味大也没什么缺点了，和你住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。别犹豫了，这门婚事我同意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搬民政局。你们可要好好相处，这样我年年都能草莓蒜苔双丰收了。让我想想，下一对我要撮合谁好呢？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这木瓜说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我了。没想到我这么有名，都有人给我写诗了。你当我傻？诗经几千年前就有了，你不是祖籍美洲，明清时期才传过来的吗？祖上的事我哪知道，不是就不是，切，反正我现在可红了。这里面的木瓜说的是我，其实他的学名叫番木瓜，不过他在瓜圈比我出名，最近又流行国货瓜社，所以在外面他一直都自称木瓜。哎，那你岂不是被冒名顶替？也太惨了吧。没事，虽然现在我的知名度不如他，但我其实也不差，毕竟在瓜圈混了这么多年，我才是大家认准的本土明星，好多人都拿我做成甜品或者炖汤呢。而且你看这诗里写的也是我，我可以说是名留青史啦。哎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可怜的小苦瓜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救命啊！钓了30年鱼，还第一次遇到买一送三的呢，你们关系还怪好的，嘿嘿，我今天可有口福喽。人呐，快快快快救救我。啊，你不会是吓傻了吧？你的好兄弟就在身后呢，就是我把你叫上来，你怎么反倒向我求助啊？谁跟他是好兄弟啊？那他还咬着你不松口，不是想救你吗？他这是嘴馋了，要吃我呢。啊，你们带鱼居然还吃同类，也太没良心了吧。我好不容易钓上来，你吃了我吃什么？你们人类科学家不是都研究过了吗？你怎么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？再说我们食性很杂的，什么毛虾呀、乌贼呀，还有其他鱼类，胃里的食物同类才占35%而已。35%还而已啊？
你别在那边傻乐了，现在我是吃不了你，但你以为他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？放生吗？等着待会儿和我一起带鱼变熟鱼吧。余生不值得啊。哎，带鱼吃同类难道不会感染软病毒的吗？家有三年爱，郎中不用来。天气变暖和了，总在家门口挂这些花花草草的话，会招来蚊虫的。嗯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挂艾草不仅不会招来蚊虫，反而还有驱虫辟邪的作用呢。辟邪？一听就是封建迷信。你该不会是被人忽悠了，把这个当成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买回来的吧？我可真是比窦娥还冤，在前面挂艾草的习俗都延续几千年了，现在居然有人把我当江湖骗子。怎么不服气啊？你要是能拿出证据证明艾草辟邪这事儿有科学依据，大家自然都会相信你。虽然听起来不靠谱，但用现代医学来解释，所谓的邪气其实不就是病毒和细菌吗？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消毒杀菌喽？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成分党，让我来告诉你吧。艾草的挥发性成分主要有挥发油、黄酮、桉树丸和三七类，这些成分对多种致病细菌以及病毒有抑制或灭杀作用。所以说家有艾草如有一宝，有我在，感冒咳嗽这种小病还不轻松拿捏。确实是好东西，不过这有什么问题还是得老老实实去看医生才行啊。当初跟着他回家的时候，看他一下买这么多，还以为是我的真爱粉，结果这么多天对我不闻不问，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是个囤货狂人。一听说啊超市打折，就忍不住都买回来了，用也用不完，只能堆在这里，过两天估计都坏了。你这样把我扔在这里当然容易坏掉，能给这么大的空间给你待着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的降生还没有发挥价值啊，早知道还不如烂在超市的货架上。我有个办法，你不如把我放进米缸里。不行，把你放进去米放哪里啊？我的意思是让你把我埋进泥里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，这样可以隔绝空气保持干燥，我就可以多保存一段时间，同时还能让大米不生虫子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你不早说啊！这里怎么还漏掉了一块？这都已经发霉了，看来用大米保存生姜还是很有用的。馄饨云吞抄手为啥有那么多称呼？我是一张面皮，汉朝的时候人们用我来包猪肉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密封的包子，没有蹊跷，所以把我叫做馄饨，后来又改叫馄饨。可是我包猪肉都包腻了，得换点新鲜的。想新鲜，我带你去广东，粤语你的云吞和馄饨发音差不多，在这你就包虾仁配面条。鲜，实在是鲜美了，太养生了。但是这日子久了有点寡淡，得换个地方啊。嫌寡淡啊？我带你去川渝，以后啊你就叫抄手，给你表面铺上一层红红的油辣子，加花椒加白芝麻，这下总行了吧？鲜香麻辣，香，实在是香，太有味儿了。这叫红油抄手。那天你嫌口味重了，还可以换由铜鼓熬制而成的清汤，加蔬菜加葱花，这清汤抄手啊也是美得很。哎呀，配料丰富，生活又浓又淡，快活。但是日子久了我又腻了，嘿嘿，得换个地。再换个地，该把你叫什么呢？